我带南方朋友去北方餐厅吃小龙虾，不听劝食。不是咋的了？小龙虾呀！啊，夏天到了嘛，吃点小龙虾多好啊！是，但是我们那遍地都是啊，小溪、河流那里都有啊。你吃不吃？你不吃，我自己吃去了。9.9一份龙虾，这能薅羊毛不薅啊？不对啊，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，就你们北方不知道哪个地方，10块钱、12块钱的龙虾，我就是东北的，这都啥年份了？不至于，咱们就先来个10份吧。我说来一份就走，10份能吃了吗？咱俩，我给你算笔账了，9.9。一份换算成正常的100块钱，那不也就3-4斤吗？吃不了4斤龙虾，那你叫我来干嘛？你还让我去？像我今天请柬，但是吃不了，你自己在这打的，我没人不替你打了。4斤吗？你啃啃手指的事情。Are you okay?上错了，没上错呀，老板，你们不是一只一只卖的吗？我们那都春节春节卖的，一斤一斤卖啊！你自己来的时间，你吃完不知道。还好我没照300多块钱去点呢、啊，被龙虾包围了，我都。哇，真有黄了吧？看，特别的白嫩，特别的鲜嫩，这个虾肉。太爽了，吃小龙虾就得这么吃。塞满一嘴啊，满足了。你知道俺们东北辣骨不？辣骨就跟小龙虾长一样，一模一样的，给它用油炸贼酥，完上面撒点咸盐，老好吃，连盒直接都能吃。有机会带你尝尝东北辣骨。可以，小龙虾盖面会不会很好吃？可以尝一下的。那不就伸手就来呀？春季里。吃不动了吗？你咋还在这扒呢？扒完打包回去啊。6月6看湖。我带南方朋友去吃东北土窑烧烤。不是说请我吃烧烤吗？烧砖头啊，做糊嘞呀？什么玩意儿就烧砖头的呀？那旁边就有红砖，你没看见吗？哎呀妈，这是窑，烧热烧到400多度。哦，400多度啊！火烙了之后，把咱这个产品放到里头，吊干肉。鸡汁儿，来，我的妈呀，真有，我来吧，噼里啪啦的这事儿，来吧，整吧，特别的嫩，而且它外面那层皮是酥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哇，我太喜欢这五花肉了！哎呀妈，这五个香啊！太歹了！这好像五花三层，我滋滋冒油。哇，好香哦！我赶紧尝尝，好吃吧？太好吃了！土窑鸡和一般的鸡有什么区别？这个区别很大，必须得6斤以上的大鸡，料还不一样，它全指的桃木的味道。好的，但是我头一回吃。哦，那你不在东北，你可真吃不到啊！整个这玩意儿，这不是马铃薯吗？什么马铃薯呀？这玩意土豆子，说贼面。哇，甜哦！那个你再尝尝。番薯啊，什么番薯呢？地瓜，烤地瓜，大地瓜，1块钱能买仨，俺们这1块钱能买3个。那不就伸手就来呀？春季里开花，14-56。南方朋友第一次吃鱼头泡饼，一口咬下去全部都是汁哦。哎，你好，老板，我那个店的东西好了吗？等会儿就好，你们先坐一下呗。啊，行，谢谢。来了，这么大的鱼头，不是这个东西不遍地都是吗？哎，别着急，还有东西没上呢。鱼头你卖半天关，这俩家伙没见过了吧？又是这么大的，这饼和鱼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是啥呢？这是鱼头泡饼，那个饼啊，完了蘸那个鱼汤吃，可香了。那你这个是鱼汁啊，不是鱼汤啊？鱼汤不是白色的吗？啊那清汤寡水的能有味吗？哎，必须得吃这里。来，让我先尝尝。有种酸菜鱼的感觉不？那个鱼肉特别的细嫩。嗯哦，鱼马肉汤的一
你咋现在全部都是芝麻？你给我要碗米饭去。啊，这不有主食吗？要啥米饭呢？油条拌米饭不是菜吗？那才是主食。看见没有，鱼汁过满了饭，这才叫王道，你懂吗？哦，是不是老味了？饭后水果啊！哎，你等等等等等，这玩意儿，哎呦我的妈！你吞上，你直接吃。我去找人。你这等会儿，哪有谁整这玩意儿不行？你这不能吃。就是嘛。啊，春季里开花，十四五六，六月六。我和南方朋友买葱的区别。我去买那个孜然辣椒面，你去买葱。行，走。十分钟后。这大哥让你买点葱，你跑哪里去了？就刚买完葱吗？哎、是什么？这葱啊，你那个啥玩意儿啊？我葱啊，这个叫葱啊，不是大哥你呢？你这个叫甘蔗吧？这咋么东北这叫大葱？对吧？葱是不是长这样？晚上我给你烤大葱吃。你看我像不像？那你把我烤折了。我看也行，给大葱配你正好。就叫猪肉炒大葱。哟，你付完钱了？那肯定给完钱了。退了退了，找老板退了，这怎么吃？吃到五六百月去。兄弟们，告诉大肥咋吃？南方朋友的朋友在东北餐厅点烧烤。哦，你就递给我干什么？今天我敢保证，没有套路，随便点。真的没有？那我可来了啊！20个羊肉串，20个牛肉串，20个五花肉，再来20个大虾。别、啊、点！不是你在这可汗大点兵吗？是你说的，是你说的，随便点，是随便点，是不是有点太随便了？这里这个龙虾，你看才9.9一斤，先来个3斤。随便到这儿了，这不够吃，咱再加、哦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最近不是淄博烧烤特别的火吗？就你那个框框。吃的那个饼来个10个，一人一个就够了。你一口吃3个，你让我吃1个，我就说让你发视频屏蔽他。不过实在来嘛，对吧？啊，你当菜喽。大葱和大饼，满足你的愿望。肉串吧，我也就不说了。我算它就是这家的量比较足，9.9一斤的龙虾，一点配菜都没有。这不是配菜吗？最夸张的就是这个饼，你那个视频里面的那个饼，最多这么大吧？这不是普辣子饼吗？开干！咋个吧 ？CPU 都干冒烟儿了。但是还是好香哦，油脂哦。这种时候回来之后我就馋烧烤，那个吸尘器。吃虾嘛，它要剥壳的嘛。你这个真的都在东北都吃不上了。那个手把没忘吗？手把没忘，手把没忘。哎哥，这个拔不下来啊。记得，但没完全记得。咱们干红锅肉锅锅，第一步先摸肉，圆起来。哎，是啊。天了，明天晚上8点，咱俩播播间呢，还有烤全羊呢，准备老多福利了。明天晚上来，吃不下了，吃不下了，吃不下了。走，不打包吗？路上吃啊。精卫当年添的是你肚子吧？震惊南方朋友的朋友，一整年的北方菜量。这样看还行、啊，会挑。你点啥菜？你不请人吃饭吗？我靠，这菜这么便宜啊，10多块钱一个菜。那不吃啥吗？来一个茄子，牛肉段，辣椒炒肉。行，不是，咱们3个人就吃3个菜啊，炸蘑菇，先加肉丝。哦，又是一个不听劝的。送吧。哎，不宝贝了，这个还是宝贝。这是10块钱的量啊，我以为是就10块钱是我们南方那种小碗菜啊。反正你吃完不准走啊。车锁住了吧？锁住了。看他被吓的样子。从哪个菜开始吃啊？咋的，无从下手了？这个有点南方的口味，这个拿干豆腐，拿干豆腐卷着吃、啊、哪有干豆腐？这个它叫做干豆腐，在我们那里叫千张。 哇，这个肉老腻了。来，我喂你吃。你再给我卷一个，我自己来。就我也长记性了。我说你不知道为什么要放这个了。好，这给孩子激动坏了。这分量太大了。哇，这么早喝汤吗？你不是吃完饭再喝汤，等我喝汤。不是饭前喝汤吗？等我了，我来啊，你来啊，那你帮我盛吧。我吃，我不吃米。这就是肉，我给他盛。你那么大块肉给他了，我要呢。哎，你5月5号来我直播间挖点东西呗。挖东西？挖什么？在小小的直播间里挖呀挖呀挖。挖我钱包呢是吧？如果能买了吗？那必须有啊。什么小龙虾、羊肉串呢？吃饱了，别炫了，你快点2个我了，你。春季里，这不了咋办了呗？
还有米饭吗？再来两碗米饭，老板。五斤，第五斤没有，看着不。南方朋友带我去吃川菜，这个、你把这一溜都点了，有朋友来吗？没有啊，就咱俩呀、啊。我们两个，哎，我这不是怕不够吃吗？对吧？你们的量就这么一大点儿，天天吃饱饭啊。这个还是辣的，我还吃不了多少，你也吃不了多少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人真磨叽。行，你就行，不行，行，就这样就行。来了。啊，不是，你等会儿的，这是乱炖吗？他把菜给我倒一起了。这是南方，哪里有乱炖呢？还有啊，还有。芋圆烧鸡、水煮肉片来了。不是这么多吗？麻辣豆腐来了。这一大盘豆腐，这得下多少饭呢？辣子鸡精，来，辣子鸡，来。就会是没了吧？可不能再来了。我尝一下我们这个酸菜，老好吃了。这个酸菜不都一样吗？东北也有，这是芥菜，南方的芥菜。不，这玩意儿不应该白的整的吗？你们咋用芥菜呢？我觉得这个不应该叫做麻婆豆腐，那应该叫啥呀？它里面没有麻婆呀，可能做的那人是麻婆。好辣，吃辣还是东北人比广东人厉害啊！我都想要饭了，能给我要一碗饭吗？哎呀，这么多菜都没吃了，要什么饭？要饭呢？你不要饭吗？我不要饭，你要饭你自己要。不至于，吃啊！我等会儿，我可吃不下了，得溜。我那个朋友好像他走错了，那个他们又有朋友来了，说来那啥那个，我接他们去了，我走了啊，我走了。Hello。南方朋友的朋友第一次在东北餐厅吃焖面，看今天吃点啥？不坑我，哎，怎么能坑你呢？就这个焖面，小份，不是我够了，你们自己来吧。那我也不点了，你这一份够吃的、啊。什么意思？减肥，越减越肥。那这样，点份大份的，再稍微加点配菜。不是，你听我的，咱就来一份小份的面就行，整那些太多了。我平时都是吃大碗加面，然后我还要加你的两个卤蛋。你看我像不像卤蛋？那我可不管你们啊。抢不到，不抢，拆开、啊。我记得我点的是一份面嘛，对呀、啊，焖面呢？我们绝对不跟你抢，就你吃。面我觉得这么大已经可以了吧？不，你不还要点大份的吗？对呀、啊。这是小份面，你们也吃嘛？哎，别让给你，瘦了，你们也吃。炖烂了啊！我蒸面绝对老香了。你这吃的太慢了，吃面吧，来，就讲究一口。他是不是不用咀嚼的？我怀疑。我以为他那个骨头都要咽下去了。这骨头可以嚼的好吗，兄弟？哎呦！这小碗吃的太不得劲了。那咋不给你整个大碗去？哎呦我的妈！那必须得用盆啊！我之前养过一只阿拉斯加，你知道吗？都被他能干，他好像在骂我。没有，他惯的，能吃是福。来自看过去是够，点头 yes， 摇头 no， 要打招呼喊 hello。南方朋友试图激怒东北朋友。行了，哎，来晚了，不好意思啊。给你大瓶罐头，你头不疼吗？这个我们东北人都吃，包治百病啊。罐头这个不是垃圾食品吗？这就是糖精啊，怎么会包治百病的、垃圾食品呢？尝一下这个，老好吃了，番茄炒蛋，绝对不孬这个味道，没甜呐。对啊，我特地让他们给你炒的，好吃吗？哎呀，甜的吃不了，你给我换个青菜吧。什么青菜？你说要说清楚了。炒个青菜就行，只要是绿色的不就是青菜吗？菠菜、油菜、油麦菜、上海青菜，哎呀，行了，那我不吃了。哎，闻闻这味道，这个还挺地道啊。还是把你炒饭好吃啊！来，兄弟，我们再来一杯，再来一杯。玩一会儿，哥们，等会儿。你们那边不都是很能喝吗？这才一箱不到你就喝不了了？说谁喝不了呢？你等着吧，去叫两箱，念咱俩谁也别走。我来，哎呀，你别客气，我来行吗？什么你来我来的？我们 AA 好不好？哎呦你妈！哎什么哎呀？你是不是瞧不起我？是不是瞧不起我？哎，不用 AA。
也是特种兵，只带南方朋友吃电子轮。姐姐是不是做不完？做不完，根本做不完。先整个老式奶油蛋糕，品尝一下。你看，你没给尝尝？你也是小时候的味道啊！又大又甜的山东蒸枣。哦，好甜好香啊！现场制作的牛奶棒，哇，这皮！就来这个高，有种咱吃肉的感觉，入口就甜甜的，它不会腻。买个猪头肉遇到粉丝老板，看到你这么面熟的，有时经常发过看过你们的视频呢。啊，谢谢谢谢。不行啊，我也得整点。很少下酒啊，哦，这必须要整两杯啤酒。它真的肥而不腻哦。酥酥脆脆的肉火烧，看看这满满的肉馅。人间绝味，真的绝！它这个名字叫的太硬了。隔山求高，我以为它是那种像粥一样的。为啥叫高？就是因为月亮还圆圆年。味道有点像八宝粥啊，精致的薄餐两种，多钱？6元，撒上白糖。都是什么米做的呀？一个香米、糯米、紫米，就是做工吧。嗯，火烧菜为什么出名呢？就是做工好，刀工好，火候好，为人好。那必须安排满满一桌的薄三菜。哦，这一条都是肉啊！淄博的特色酥锅也不能少，糯叽叽的紫米饼吃啊，嘎嘣脆的炒锅饼，超大的肥肠包，这搭配真是绝了。外焦里嫩的炸肉吃了，满满都是肉的炸鸡酱吃了，最后淄博烧烤收个尾。南方朋友在淄博吃博山菜，不听劝说。听说博山菜是鲁菜的发源菜啊！今天我们找到了一家当地人推荐的老菜馆，看看。老板有什么传统菜介绍一下？我不是老板，我是客人，我吃了。然后再一个就是博山炸肉，豆腐香。看您说那个苏锅爆炒腰花，我注意到了一个东西，炸广东肉。很危险啊！我走了，我别目前是5个了，够了够了够了，再来一个，不会钱的什么再来钱的，最后一个。真客气，真送菜啊！哇，这都摆得满满一桌了，平均30多块钱。就这样的，你还要点呢？好多馅料啊！嗯，大汁酥脆，伴着这个甜醋汁，更上你腾龙那个味道。哦，它这一条都是肉啊！这个你得一口来。嗯，裹满汁后，味道非常的浓郁。我尝一块，有点嫩，微微酸，特别嫩的肉，有点酸，像那个没有挂勾芡的肉串，有脆骨，也有点像我们那个酸甜排骨。哇，特别浓郁的汤汁。你把腰花去了，你完了里面换成猪肉，这才叫不虚肉。它还是冻的。那就像我们那边的油炸菜呀、啊，爸妈实习的都把那些菜打回来，放凉了，放了几天的那种。是不是有一种找到小时候回忆的感觉啊？啊！春季里，买单买单吧！不是该买单买单，小吃享受，我们淄博的生活。果然好客山东啊！老板的宴请我们领了。我和南方朋友一起去淄博寻找美食。我们去淄博了，今天出发。咱又说最近烧烤特别的火呀，好吃成那样。找啥的呢？尝上去。我们到了徐州，不是淄博，哪有那么快啊？徐州太冷了，短袖。你以为还搁南方呢？淄博站，哎，给我拍个照。啊、大肥，这是在干嘛？天儿早，带你来早市逛一逛。哎呦啊，我吃苦呀，咱都挤进去嘛。不是，铁子，你在前面吧，你这几个在前面帮我开路啊，帮我开个路。怎么这么的吧，咱看看别的吧，人太多了。不行，这人那么多，肯定好是十等就是。哎呀，终于到我们了。几块呀？多个3块吧。多少钱？10.66。哇，它甜的，我这个米不，我来整口。它外面那一层皮是酥的。哎呦，这俺们粘豆包似的嘛。哦，不是，哎，你留点肚子，留点肚子。一会儿还有别的好吃呢，走吧走吧。咱又说东北的炒饼好吃，不知道博山的炒饼怎么样？我也没吃过，尝着呗。它就感觉像那个锅巴，还有那个番薯片，知道吗？啊，就像小时候吃那锅巴似的。6块。油光锃亮，哎呀。嗯，脆脆的，麻麻的，还有点甜味哦。
他们这里火了之后，他们不卖贵的哦。哦，真的，走，走，下一家，下一家。那个形状特别像菜饺，像东北菜饺。上次我们吃过那个菜饺，那么大的那个。我们试了。嗯，啊，一口下去就飞渣了吧？对吧？这种好香啊！啊，我这一个是不是给你们一屉？咋样？怎么样？嗯，好吃，好香啊！这全部都是猪肉吗？这给我拿一斤吧。斤呢？整一斤行。他们看这个软的，切的比较薄的那种。哎，这互挂的也薄。哦，鸡上那么多肉，哎呀，那么多辣椒，吃七两只。哇，这鸡皮好脆啊，它虽然是炸的，那个肉巨嫩。它这是自己这样嘛？它就是等这鸡压薄了吧？啊，这鸡压真肉老多。吃饱没啊？吃饱了回去。啊，回去？回哪里啊？不行，哎呀，干啥去？疯了吧？千里迢迢过来，我烧烤还没吃呢，那我这动作不白练了吗？行行行，走走走。这视频告诉你们为什么大家都去淄博。哥，你看车来了，这是不是这块能？这个就这个直达啊，就这个，就这个直达了。有没有说就是有些觉得就是半价呀什么的？有，政府会有活动啊，这挺好的哦。整个西瓜，整行西瓜。说这能切吗？我妈在那，她能切。这一块四，能足称吗？咱这个市场就没有一个不够称的，低于四毛的就都不要。高于五毛的就都要五毛，你这四毛都不用给我，帮我把这个切一下吧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实在没想到北方还有切腹是吧？头一次见是吧？太惊了吧！在高铁站还看见那个烧烤专列了，公交都有，挺好的烧烤都给你们穿成公交线。火了之后有没有说出租车去宰呀、宰客呀那种？不这个样也不能宰车，对吧？说句实在话，还用得着宰吗？哎呦，有的是呀，对吧？人山人海的。你看多便宜！你们这里自从火了之后，物价确实让挺意外的。淄博一天了，什么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。淄博，你来到这就带好你的家人，带好你最好的朋友，来了就行。就我在淄博拥抱你呗。南方朋友体验淄博烧烤，五六个小时终于拿到它了，真便宜是不？多正常啊，到北方牛肉20串，涮拌肉、辣椒肉、脆骨、烤面包片、土豆，然后忘记小腰的，这整那么多整不了。大虾我喜欢吃，我们来个50串。什么什么50串？就是行了行了，便宜也不能这么造啊。他这拍了一下午，你也拍了一下午，对，还有人唱歌。吃不完啊，根本吃不完啊！还有把烤串分享给排队的人。那我当场就是不一样啊，嘎嘎香，油光锃亮的，你看见没有？吃起来完全不会腻。你知道什么叫做肥而不腻了吧？太腻了很。欢迎来我们淄博，谢谢。先对折蘸点酱，又串搞里，再整根葱，那就开炫吧。别整肉啊，整点素的。什么卷心菜？这玩意不大头菜吗？啊、大头菜是榨菜，大哥。酸酸的，甜甜的，辣辣的。还得是大头会吃。突然响起了歌声，激发了大肥的音乐性。还遇见了好多。我们吃打边炉气疯的广东朋友，哎，这没有辣锅啊，这感觉好清淡，好像不是很好吃的样子。粤菜哦，有没有搞错啊？都好吃的，不可能不好吃，你随便点。来来来来来，啊，来来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哎，干杯！哎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喝客人吗？这不是喝水吗？对啊，这是洗碗水啊，给你们捞碗的，老塞。还有什么讲究？喝洗碗水。
正宗广州打边炉啊。嗯，来，还挺香，好香啊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吓人我！哎呦我的妈！你看，刚刚菌菇鸡汤锅底哦，我汤都没喝你就下肉，还整盘虾，都会老的，大姐。哎呦，饿死了，这不想早点吃到肉吗？哎，这汤还有点清淡，我说拿点些米浪。啊，行行行行，不香。来，我也喂你了。哎呦，我不吃。我跟你讲，就得蘸这个沙茶酱，你懂吧？你吃嘛就行，你尝尝，好吃。对啊，好吃。你鸡汤打边炉，你蘸麻酱啊？怎么又不可以蘸了呢？我都这么吃啊，对吧？香。我丢，操！等一下啊！你们用骨碟吃饭了，这是装垃圾的。垃圾垃圾？不，垃圾垃圾，这是装垃圾的。然后你们用对对对。都吃都吃。奇怪啊，真的是。哎呀！哎呦，我这有，我这有，我这有。哎，你那点不够，老板再拿几个。哎，你呢？这，哎，来点十个。南方朋友吃炒饼，饼呢？炒饼是什么东西？就放一大张饼进锅里面。哎呀，咱北方的老好吃了，你可以来一个尝尝，挺香。嘎嘎的，来两份，我们一人份小份的。不是，来一个小份行，来俩多了。不用，没点大份，就这么定了。这啥呀？这是啊？不是你点的啊？啊。不是你不点饼了吗？你咋还整？我当时看那什么焖卷子，我好奇，没见过那个名字吗？我点点看，怎样那么大盘？这是我们东北的特色，我们东北的菜量就大。你没吃过东北菜吗？他不是没吃过，他是虎啊！哇哈哈！嗯，很有韧劲，手感、纯手感肯定有韧劲。你再尝尝菜，也还有你最爱吃的排骨，那排骨也香了吧？不是那骨头咋的？你骨头也好咽的呀？骨头是软的。吃吧，我说点一份不点，非得点两份。不 ，CPU 有点冒烟的。饼呢？是不是在盘子里面的吗？切成丝儿了。这个啊，哎呀，老毕了。哇、哦，是不是？感觉那个饼是粉粉的，跟面的那个筋道还不一样。哎，铁子，嗯，你要不加点醋啊？再挺我吃一点。加醋啊？你们那边是不是每吃面的时候都喝一碗麻酱？你谁喝麻酱的？那多苦的个！那不就伸手就来呀、啊？春季里开花。去给我个交代，打包回家，拿给小叔。好、啊，交代。南方朋友带我吃南方菜，市场美食。好吃的里面很多啊，那咋我生吃啊？我可拉倒了！别！酒香不怕巷子深，菜市场才是王道啊！哦，真没看出来这是菜市场啊，我以为小吃街呢。惊艳到了吧？走，快尝尝去！藕、你吃过吗？这啥玩意儿？糖藕，尝尝吧，没吃过，没见过。这个哎，这个枣也给我稍微钻一点呗。那个是糖枣，我们尝尝味儿就行。啊、就整这么点儿啊？可以嘞！我都想给这全包了。你要吃果吗？不，这啥玩意儿？果啊，果，水果啊，青果啊。我看这玩意儿像馒头，有点像窝头。行，再拿两个。啊，谢谢。哎，你们汤圆挺大呀。啊！汤圆。这是鱼丸。鱼丸。这也太像了。那是肉丸。活喜蛋。活喜蛋是什么蛋啊？活猪子，活啊，就活猪的呀。先尝尝，一会儿好吃再来买点。楼外楼的这个是最有名的。这个市场还介绍一下吧。这里面有个光头鸭。哎，这个是不是就那个刚才那大爷说那个卤鸭？来半只吧。可以。哎，这玩意跟你们广东那碗筷不挺像的吗？卤水和烤鸭不一样。27.6，哎，上海鲍鱼。上海鲍鱼啊，这个鲍啊，这不生的吗？啊，就选一块呗。谢谢，来吧，我们找个地方炫吧。哎，就这得了，我看这有桌。嗯，
里面都嫩的。小时候就是爸爸妈妈在旁边炸，炸完之后咱们拿手捏一个捏一个。吃鸭子吃鸡肯定是吃腿比较爽啊，甜的吗？啊，你们不卷那个春饼吗？那不蘸酱菜吗？老不好吃了，天哪！哦，里面是肉的吧？糯米，太甜了。这都挂的糖浆，看见没有？纯鱼肉整的。纯鱼丸。入口就化了，哇，那个鱼味好重啊！我感觉它为啥跟豆腐似的，没了，然后到嘴里边嘣就进去了，没糖糊味儿。你搁这吃人参果呢？吃这个吧，吃这个。哦，这里面是什么馅儿的呀？这是没越嚼越苦呢。艾草它本来就是苦的啊，太苦了。但这个只有在清明节能吃到，其他节日都吃不到。明天清明节了，清明节快乐啊！来自看过去是够，点头 yes， 摇头 no， 要打招呼喊哈喽。我都想要米饭了，喊哈喽。我带南方朋友随便对付一口，是不是咋聊的？不是说没钱了吗？这进这个店又得花钱。东北菜它能有几个钱呢？天哪！不是哦，这个肘子饭吧，行吗？啊，行，肘子饭行。两份肘子饭，你一份我一份。不吃，来，两个肘子吃不了饭啊？咋了？反正我这包吃不了，你替我吃了啊。不是大哥，那肘子饭就那么嫩呢？啊，行，你能吃，都给你。这个大人吃不了肘子饭。他怕是忘了，这是东北餐厅。你的肘子炖饭来了。小给老板乐的。快乐是什么？就是当你这么摸大哥肘子，拍个照啊！哦，脱骨了哦！哇，你看这皮，你看。是不是凉的？太香了，这肘子盖饭。不是，你别光吃肉啊。你看我这个，你给它半个才好吃。姐拿手，那不上手啊？姐上手来。有点像云南手抓饭啊。你是不是馋那玩意儿了？每一粒米它都浸满了那个汤汁和肉味。我爸的是不行。这谁吃谁不米糊，那不就伸手就来呀、啊、你们那个猪手都咋做呀？煮熟了之后蘸酱油，对不？哎，对了，六爷六看不啊，你要干嘛？哎，你那个这什么，我这个你南方朋友去吃东北麻辣拌。麻辣拌和麻辣烫有什么区别？一个拌的一个烫的没有啥区别。你赶紧夹吧，这我老好吃了，一会儿你试试你就知道了，你都没吃过。快乐是什么？快乐就是当你哎，明天见。上菜必须要的豆皮，再夹个牛，然后再整点牛板，行，再夹个这个吧。行，行了，你别、啊、我看你要再来一个，你都要把这个柜搬过去了。酸甜辣的吧，行，对，酸甜辣啊，咋了？又酸又甜又辣，这怎么吃啊，大哥？这玩意老好吃，贼老好吃，你知道不？不好吃不要钱。看来老板也很自信。来，赶紧吃，赶紧吃，快试试。啊？咋了哟？这老板怎么给我加麻酱了？不是你懂吗？麻辣拌这里面必须得放点麻酱，要不都不好吃，那就灵魂。你把灵魂都去了，它能香吗？啊，有道理。哎，霍霍鱼，甩一口豆皮儿，加香菜，是不是香？太不香了。有白糖，是不好吃？是不是酸甜的吗？有点辣，那肯定是辣呀。有点甜，有点微微酸。这豆腐串好吃啊，它吸满了那个汤汁啊，看，一口咬下去爆浆了，荷包蛋，这玩意不是煎蛋吗？什么煎蛋？这就叫荷包蛋。那水煮的叫什么？那不就伸手就来呀、啊？春季里吃好了吗？没有，没吃饱，我再去给你做一份。来，我们干什么？能让你吃不饱呢？哎，别。